有留言说上面有像凶杀案的痕迹。每次搜索都狗屁圈圈，每次都搜烂，怎么搜搜不好啊？怎么疯了？太美了！我们现在要去一个粉丝家，你看一下，感觉很高级，在这一站。就是他大楼啦、啊，前面停的全都是高级轿车，这门口就一台宾利，还有跑车都在他家的这个广场。这是办电视管理的地方吗？像办电视管理。哇，这里应该很贵吧？嗯，不便宜。就是看你是台湾厂商，对，我有。这里不用商业。没有，如果是你顶楼，你是买 penthouse 要。对。好漂亮哦！那我们俩去住烂饭店，那也那就是天差地远。这边是也是就是你是小丑，你来这里。公哎，有一次他们可能就 meeting room， 然后把所有的看得到都全部变黑遮起来，我还在听到很变态的一些声音。就原来隔壁在集体看那个 A 片，然后这些声音就播出来了。家好漂亮哦，很漂亮。你怎么疯了？太美了，好漂亮哦，沙发很美啊，太美了，繁星点点呢、欸，繁星啊，看在镜头里面。美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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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爱啊，美仔，跟栗子一样胖，美仔，栗子应该比较大吃很多吧。美呆，你的脸，在你房间吗？你有什么设计理念吗？因为它这个是一个设计点吗？然后配那个，太美了吧！妈妈，我们怎么拍大片？现在现在是几度？现在九度。在上海应该更应该更冷，应该四五，然后又在泰晤士河旁边要拍大片了、啊。然后我们要拍冷的照。喜欢那个，它是那个盘子，它那个是不是一个蜡烛的牌子？对对对，对不对？他来蹭谁呢？蹭谁？蹭谁？他吓死了。在伦敦的最后一个晚上，阿姨准备了两张签给你，又要来抽签了。抽签，每次抽都抽不是抽到烂签，有什么用？没签到那干嘛的？每次抽抽烂。我跟你说，这次我们找了一间科林西亚酒店，你知道他一个晚上要多少钱吗？2万。一个晚上使用完哦，那我就烂了。我用直接给我烂哪一张吧？直接给我烂哪一张？哪一张嘛？所以你抽啊。2.1颗星的，应该算史上最烂。有留言说上面有像凶杀案的痕迹。抱歉，我不要住，我不要住，我留住。你跟我一起去吗？你要一起去。好，抽签。对你好像都是惩罚。哎呀，又肿了，又肿了，哎，烂透了。每次抽抽都狗屁圈圈，每次都抽到烂，怎么抽抽不好啊？上次埃及没有睡一晚，但是不管怎样都要睡一晚。哎，十晚我们可以买多少东西啊？哇，不用住太好，买多嘞。那我订房了。好，但住宿在大英博物馆附近。大英博物馆是个非常阴的地方，因为里面有非常多的尸体。这间哦、喔。对啊、嗯。还有什么啊？看起来怎么样？还不错啊。按电铃的，好可怕哦、喔！我应该感觉蛮不错的。有人吗？会不会太晚来了吗？但还有柜台，柜台在那边。客服扣翻了。Hello。我妈进不去。他说给他一分钟。这个很有古典的，用以前的金属，是很古典，很老的老宅，可能超过几百年都有可能，就是从古时候的英国就有了，所以应该做过非常多的转换。哎，他不说一分钟吗？他讲一分钟，他这样子说在外面，很冷呢、欸。
我们在这里等。你看它下面的地下室，我看一下。有来了 ，Hello。这什么东西？好可怕。Is that compatible for the Wi-Fi? If it comes in the reception area. 有吗？哦，就只有在大厅有 WiFi。那所以要睡觉前要来大厅用到，想睡觉为止。How many people? Four people? Yes. You can pay extra £40 or you do the iPad on the website. Two room is 148. £20 for two room, please. Please. 所以他现在已经过了礼拜日之后，礼拜一 check in 的话反而要更贵。通常不是周末比较贵吗？ $25. Okay, that's fine. Okay, $25.But not this building. You need to go outside. 进到另外的大楼去，不是要住在这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Good night. 我们今天反而还要加钱，又改了房间，两人房间，所以加钱。然后只有从 check in 完之后走到这里来，反而我们住的地方不是在 check in 那一楼。那他原本是跟我们开价1600，然后我们杀到800。那至少有三，然后还就少找一块钱，还是没关系。所以你觉得他的态度算还不错啊 ？Namaste，Namaste。哦，他是印度人，对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用专业的评审啊，有一个人说，我进来这个房间闻到很可怕的味道，窗户没有关起来，然后房间的气氛很可怕，然后会听到隔壁房间的声音，他也很想直接离开。没事啦，车子的声音。好了，好，那我们开门吧。那我开。请进。味道闻起来怎么样？没有什么味道。哎呦，我觉得不差哎。它还有放这个哎，埃及的好太多了。哎，它的灯是好的。哎，咦？它还有小毛毯。它有毛毯哎。看一下。还有枕头哎。只是它枕头怎么亮掉？嗯，他可能就只是，如果你要多一个枕头的话，我觉得还不错啊。厕所有点小，哎、欸，我这样，我看这个小，啊，你看没有？有热水，有热水，挺好的、欸。那厕所真的比我们房间干净。我们用完很可怕，那上面有喷屎。靠了，那有个垂钓蜘蛛网。哎，这边有个垂钓蜘蛛网。对，是蜘蛛。哪里？我本人这边。他手机在这里，手机在这里。扎了啦！扎了，他正好蜘蛛，他等下回家。他掉下，他要往下掉，他要往下掉，先把他扎了，这好可怕。妈妈，你把他扎了，这样他的球掉到你嘴巴里面去啊。他说我希望可以再给更低分，他给一星，坐在这个房间哭了一个小时，床很可怕，闻起来很恶心。可是我不得不说，它这个床是塌陷的，真往下陷，欸、真的，往下陷，破洞的。五 B 呢？五 B 啊？是什么味道？你先把酒拿出来，有点卡，要不要喝？哦，有油头味。麻烦你闻一下，就像松城三天没洗头的味道。哎。欸它这个味道哈、哦，比埃及好很多。埃及是那个标准那个头臭味。哎呦，头臭味啦，拜托啦。可能就是他这间住的频率会比较高，床比较塌，所以代表很多人睡。对啊，如果这间满了才往上推，才往上推这样。对啊，鼻屎还是什么？是棉屑还是鼻屎？木屑。好怪哎、欸。哦，这里也有哎、欸。哦，枕头整洁不 OK。所以电视有电，一般人是可以接受这里的，但只是头上蜘蛛网让我没有办法能够接受。所以那个留言太浮夸了，我就觉得你比较浮夸一点哦。如果说你在跟自己一个人的话，然后空间大，你可以拿好多行李住在这里，我觉得是 OK 的，因为一出门就是大英博物馆。大马路边，嗯，你可以把它推开来，我打不开哎、欸，哦，它锁起来，因为它怕外面的人很近，它会进得来，有没有？好，它就是没有吹风机，没有 WiFi， 它的灯色的那个地台有点脏，差不多嘛，你看，一样的，这间味道比较重，有霉味，但是还是。
是可以接受的程度，就还可以接受的程度。他那有个镜子，我们房间是没镜子的。有，我们房间有，那边有一个。所以这风水不好，对不对？进对床不好。对，它这个木板是翘起来的，没有合好。这还有壁炉哎，那是干嘛用的？装饰。没有，是真的壁炉，是真的。这感觉这间年纪应该也很大。怎么看厕所很好？声音比较大。我觉得这间大饭店，我觉得还不错。你觉得还不错？我必须说，我觉得还蛮好。我帮他平反了，因为他网络上的照片超可怕的、哦。他说有一些。墙边的修补看起来很像写字，让他觉得很不安全。哦，你说像类似这样子的吗？对对对，他就觉得很像是犯罪电影里。太夸张了，服务员蛮好的啊、哦，是不是他们是用公共的？公用浴室。你有通通？你有看到通通吗？有。我不能，我不敢看。可是他的地板很多小虫。对，哦，很多哦。头上。他什么虫？走快，走快，三。走吧走吧，很多虫很多虫。如果你住牙房，你敢信？我不行，我不行，这样这样。那这次烂饭店是平反吗？史上第一次平反。我们两个人来睡。